过一把五级的，再放那金，所以和一和英语要投大的豆，就是刚才还是一把，一把和和英语和英语要投多少分？你明天打了吗？可以有，我记得英国和第一把。对，一有我记得我们打一有很厉害。佢雖然知，但係佢因為遇咗老師，所以咧佢唔會打翻死啦。哦，冇嘢，佢唔係試噶。打卡叉，打卡叉，唔好撩。唔通嘅，唔通嘅，唔通嘅。呢個 OK 喎。試下叫佢打個長，做個長啲咯，做個長身打。佢呢個係五十幾啊？呢個五十 cm 係啊，我就係見到五十幾。啊！好出嚟，邊個入去？你如果想入去咧，另一個盤咧三兩嚿水，邊個都咁。開第一盤，攞出邊個頭盔啊？半頭盔咯，人用係咯，睇下啲手有冇剩，用咗出邊啲手先。盡量搶，而家冇辦法，要大家一齊攆喎。好，咁你變咗有得攤下，冇得手。Harry 啊，好冇道理啊！阿昌，射小氣泡射低先，又喺樓下突然間俾人伏擊啊！今晚入我後街啊！因為你咁樣上出嚟，眼鏡可能會留咗喺人偷到。點啊？哇！我係，如果你射到我，我唔同，你從來都唔夠。其實係冇 feel 嘅，今日一定有冇。但係你揸個支棍，我揸個都冇。所以呢個係嗰個恐懼感或者係熟習到嘅，握得好熟。係啦，你放心啲，即係有啲信心就會到。左手接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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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